先加紧脚步进入爱的荣耀，不能生小朋友。如果突然有的话呢？所以不能有这个突然。不行啊，那不行啊，一定。因为剧组没办法交代啊。对啊。所以这样频率要降低，还是保险要做？是钱要多花一点。保险要做好，钱要多花一点啊。新手丈夫觉得上手了吗？上手啦、啊，因为在登记前基本上每天都在学习要怎么当一个就是丈夫的身份。你的称谓有变吗？就是叫物不喊。称谓都一样，都是一样。对。爸比呀、啊。然后妈咪嘛。对。对。还是一样，都没有变。因为有猫咪嘛。对。对。而且有跟猫咪说，所以今天是来观摩见习婚礼。哦，今天是因为我们跟西风哥认识很久，而且西风哥之前是经营在戏里面演爸爸的角色，然后这一次也是，然后啊，对，爱的荣耀，对，爱的荣耀这一次也是，然后我们就是来这边祝福他们，因为跟嫂子也都私底下都有交情，对，那当然也是来见习啊，看看他们就是婚礼是怎么办的，听说前面会有很多复杂的一些流程啊，对。我们也在计划中啦，我们也在计划中。有预计大概什么时候要办？他现在进剧组会比较忙一点。那娶老婆更重要啊，进剧组。我已经娶到啦、啊。结婚了。我登记已经娶。婚礼更重要啦。会啦会啦，有计划中，有计划中，到时候有好消息一定会跟大家讲。对。对啊，宝宝会先到。没有。因为你们都怀疑我们，有小朋友，其实没有。有小朋友的话，今天就不能来喝喜酒。按照习俗，刚刚有这样讲吗？对。对，所以其实是没有，真的。现在有加紧脚步吗？就赶快准备生下。急也急不了，因为他已经进剧组了。对啊。如果先有，然后就领便当的。哎、欸，领便当你通常都要被赏巴掌，然后什么摔悬崖、被车撞。如果真的有小朋友拍那个戏，我会翻脸吧。